网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美女，就坐在我的旁边。那我们这位美女叫做赵雅玲，是不是？对，赵雅玲小姐。那我讲赵雅玲小姐，可能，名字大家也许不见得那么熟悉，但是看到你的样子，应该有些人会认识，因为我们赵小姐以前是戏剧演员。对。那他说，他刚才跟我讲他是类戏剧，我本来不懂什么叫类戏剧，就是说，你自己讲吧。类似天眼啊，模拟的，有模拟有人对白在里面对白，那就叫类戏剧，就像蓝色蜘蛛网啊，对，铜铃眼啦啊。我听到你的演员都演得蛮好的，真的。好，那谢谢大家，收视率都还蛮好的。那请问啊，我们叫雅玲，太远太远。一下子转折也转折的太大了，那你一转折到，那你现在你在你的工作，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就是收容，我成立了锡安山弱势者希望协会，那我是收容儿少，以儿少的收容还有那个托顾为主，那现在已经完全有一点就是变成安置了，可是我的安置就是。收养程度，法律程序是收养的，这个转折也真大哦。就是说，他从演员一下子现在变成在照顾一些弱势的儿童，这差距真的很大。那你这现在还在演戏吗？前几年还有在做晚会，还有去唱，就是唱歌、表演，还表演哈。然后后来就是当。人生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跌到谷底的时候，那你就会沉淀，想看做什么。然后刚好那时候有接触了宗教信仰，然后才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跟一些习惯，还有一些价值观。是，因为雅玲现在就是基督徒嘛，哈，她发挥耶稣的精神，照顾很多那个弱势的。儿童，对，那你照顾弱势儿童，你是用收养的方式，是不是？监护，先监护。那这他们就跟你都住在一起吗？对，现在都像我的孩子。那你现在一共是收养了几个这种弱势？我们现在7个孩子。七个还不算太多嘛，还不算多，还可以继续，如果有需要的话。不过现在这个做父母的人也都不见得养七个孩子，一个小孩就让人家非常的负担了。那你现在养七个孩子，对你来讲也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压力，而且你要给他们比较好的生活，好的照顾，你必须要给他们非常就是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们，对，物质、精神上你都要跟。照顾得很好，那还好，我觉得品格很重要。对，他们的出生原生家庭都有问题，来这里其实他们问题偏差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教育方面很比较费心，比较累一点。我当时说知道你做弱势哈，我本来想说，我以为弱势是残障啊，或者是智商不足啊，可是他们都是正常的小孩。对，他们虽然高风险家庭的孩子。比方说家庭不正常了，或者失能的，就是父母不见了。等于说你，等于这弱势有点像孤儿啊，或者是说家庭有什么特殊的状况的。孤儿还好，孤儿可是父母失踪啊，阿公阿嬷在，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也没办法管教这些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就是会变成是社会现在很多现在的问题，定时炸弹，不定期的炸弹这样子。那你等于你收养他们，然后照顾他们，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嘛？对。那然后他们也是照常上学，回来就回到你这边来。对，然后我再帮做课后的辅导，你等于就是他们的家长一样。对，跟兼老师哎呀，我觉得好伟大耶，不容易啊哈。那这个我们就讲些，我们先讲啊，就是说，你养这些小孩，他在物质上，他一定需要吃饭嘛，对，要穿衣服，要上学，交学费。那请问你这些钱都哪里来呀？都是我自己先垫的，以前存的。当然我有存一。这个存一点，可是我现在资格，其实老师你可能不相信，我现在的资格是低收入户。你低收入户养低收入户？对，我用我的就是一些
补助，然后全部等于算裸捐给大家一起吃。哦、我们所有这些人七八个孩子，现在昨天才又收养一个，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靠我现在的补助款过日子。嗯嗯，那他们那个原生家庭都没有捐一点钱给你，或者是怎么样？没，都没有。嘴巴说会，可是其实过了两三个月就不会了，嗯、因为感情都没有，都淡了。嗯，哇，那这些孩子，跟你的这种，就比如说跟你的家庭，你这个啊、大家庭的这个向心力如何？嗯，刚开始也是把我当过客一样，嘿，然后也会就是根本就是不把我当做真正的自己与母亲，但是当长久以来哈、嗯，然后跟他们分析道理，然后也会他们就是说也我假日也会带他们去玩去教会哈、嗯，然后变成说他开始慢慢知道哦，我付出的、那个，所以他们慢慢都在改变，用你的爱心来感动他们了。对对对的，就是。管教跟爱心跟陪伴、他们才知道、他们自己妈妈有没有这样做、自己爸爸有没有这样做，自己妈妈爸爸当然是没这样做才把他们丢掉了。 对啊，所以我就这样比较，我说你看我付出有比你的爸妈少吗、这样沟通，他们才开始慢慢有领悟、而且开始慢慢改变他们的一些习惯啊、因为 这些小孩来到你这里大概都是几岁的？现在我们最小的2岁多、啊，然后我目前还有两个已经大学了。那这我是觉得，像他们如果说在原生家庭已经养成一些习惯啊，到你这里来，可能要改也是要会花很多时间去改，很难看。反而2岁的小孩或许还比较，当然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你起居你必须照顾他的比较多一点的、可是他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可能你调整他还比较好调一点。对对对、2岁多的其实你瞪他一下他反正就知道啊，差不多3、4年级以后你瞪他他还不知道你瞪他是干什么、可能他以前养了一些坏习惯，你要给他改过也不容易，就是了，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容易所以这当中当然是本来是用爱的教育，后来开始就是说，有加一些就是说严苛的管教，就太严重的，比如要加一点处罚，处罚哈、我们现在就是说配合就是。教会这边也很帮忙，就是他们做的不错，有几点数、他们就可以换很多的那个礼物回来啊，然后他们罚的话，当教会不好意思罚，那我这里就是也是记点数，达到一个点数就是处罚他们，就是适量的这样处罚这样的。那你这个，我觉得我越听越觉得你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这个，像这样子的这些孩子，就大的大，小的小，他们在一起生活，互相之间会有这种兄弟姐妹的情感吗？没有啊，男孩子会想办法欺负女孩子啊，会他们会想要欺负对方，告对方状，让对方难看，引起他们的别人对的注意，而引起他们好像比对方更优秀，他们会有这种方式。可是你不能太着急，变得让他们慢慢要潜移默化，要变得慢慢让他们改掉，就是不要彼此欺负对方，然后不要老是动不动小事要告状，这个要花时间跟陪伴。我以前都认为养流浪动物的那些人很了不起，我好佩服他们。可是流浪动物毕竟你说养很多狗狗什么，就是说他们比较好管，吃饱了关在那里就好了，对啊。但是孩子你还要注意他的行为，他人格教育，他有很多很多方面你都要照顾他哈。那你这个有帮手吗？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呢？真正的帮手在品格上面目前没有。那就是有了，有就是到教会去，就变我们目前主动带到教会去，然后一直在寻找愿意帮助我们的教会，然后目前才另外换了一个教会，这个
这个牧师刘牧师也蛮不错的哈，好、愿意照顾这些人，不然这些孩子基本上很多人不敢接纳他们。他、会在外面会犯罪吗？比如说偷脚踏车或者偷钱呐、或者说做些什么？不用等到在外面了，刚来的时候天天我们每个人都。都轮流哦，都轮流、对，然后开始就是很严厉的，就是当然也要管教孩子，我觉得也不能太宠，就管教他。他管教他，他当初以为是你不喜欢他，可是我会分析，我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行为不可以。你爱他才会管着他嘛，对，要不然谁愿意费神去管他们？那多累呀！现在他们也不会认为就说。你管他是不爱他了、现在已经这个结啊、这个心结、他们已经慢慢解开了、那你开始收养这个孩子到现在你多少年呢？走多少年？我从收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差不多四年啊、你就是投入这样子一种生活方式啊，这样的不要说工作吧，哈，四年，对，不小心收养第一个，也才四年嘛，对，那也是不小心收养了第一个就开始啊，对，那四年觉得我听起来是不长了，可是，在你这样这么付出，这四年应该觉得还蛮长的。其实可能哦，就像老师讲的说，哦，这四年时间好像一晃就过，其实蛮辛苦的。其实想想也是，真的是蛮辛苦，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家暴下的小孩，我自己的母亲原生母亲就对我不是很好，所以你看我们，而且这些孩子也是原生妈妈就不管的，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照顾这个孩子，这孩子愿意把这个当作家，你要让他相信你要花多少时间。对，我有时候听到说，就而且现在新闻里也有很多人家暴啊，比如说妈妈生了孩子不要他，或者是母亲对这个女儿的精神呐、或者是各方面的虐待哈、我没有办法理解，我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是非常爱嘛，但是他小猫小狗我们都那么爱，对自己的孩子怎么忍心哈？所以我倒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当妈妈的怎么可以对孩子是这样，但是毕竟这个社会里有还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这样子，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有太多的天下也有太多不是的父母哈、其实我真的常想说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妈妈都父母都不负责任，我也是觉得很纳闷哈、以前还至少还会养，现在连养都不养，不养了、像我现在有一个个案哈、就像老师讲的，爸爸吸毒在监狱里，而且还有暴力倾向，然后那个妈妈哈、因为在外面也是吸毒，跟人家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因为受不了那个孩子哭，把那个孩子杀了，对，杀了然后关进去，然后这个小孩子跟这个孩子的阿嬷很怕这个暴力的爸爸，这两年要放出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他的监护权，把这个爸爸现在可怜，怎么很想切，现在变法律不知道怎么教这些人切断这些关系。所以真的是蛮可怜，那我现在就是在从事想办法用法规把他跟这种私人的父亲会有暴力的父亲啊关系切断这样子。那你用法律把他切断，他如果在情感方面他不想切断，他还是会来纠缠，就这样的嘛、对纠缠是不是这样子？你也有真爱，现在是我现在把生命奉献出来了，其实我也会怕，我是人啊，我们讲一句上帝帮助你，那再讲一句上帝帮助他，有上帝帮助你哈，我想很多事情就是会迎刃而解啊，就现在就靠上帝了嘛啊，真的。但是我说实在，大家都认为我很坚强，其实我真的我内心也很软弱，当然我也很害怕，对，可是有时候为了这些孩子啊，不做必须要坚强起来、怎么办？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啊，等一下再来跟你继续谈。好，谢谢。